荣浩近期展开了世界巡回演唱会，日前顶着高温到长沙开唱，吸引破万人到场支持。期间，他看见一位身穿白纱的女歌迷，于是好奇询问对方男朋友没有一起来吗？没想到这时候女歌迷大喊在台上，引发现场观众骚动。由于李荣浩在2019年已经和杨丞琳结婚了，因此他马上回应表示，请对方上网查一查，强调我不行的。虽然他表示自己没有机会了，但还是非常感谢该位歌迷，因为自己唱歌时看见对方身穿白纱的样子，感觉真的很浪漫。这段小插曲曝光后，很快引起讨论，网友们纷纷笑称李荣浩很有已婚男人的自觉，这样的回答十分风趣幽默，更大赞他真的是好男人啊。